是吧？嗯，你跟这个哈、啊嗯，会烫手吗？不烫手的。这个已经清干净了。嗯。清不清啊？就是说上面有点发黑，你可能需要用激光去漂白一下。什么？激光？哦，激光就漂白了。就前面这边很大的光就打了吧。嗯。你想让它变白一点，就用激光去扫一下。哦，这样。过一遍就好。嗯。这个就很漂亮。嗯，这一边好漂亮。Mm-hmm.